好難得啊！我覺得真係幾大影帝啦。咁之前都有同佢哋合作過好多次，咁但係好耐好耐都冇再合作啦。咁今次喺一個咁大嘅 IP 咁大電影入邊，同埋一齊咁樣去做對手，我覺得好開心啦。啊，同埋導演又非常好啦。咁所以我哋拍攝嘅過程啊，同埋嗰個合作嘅過程啊，都係好享受。都想希望在電影方面可以再多一些發展，又可以有一些不同角色的嘗試，現在也有一些在談的，希望導演可以發掘多一些我不同的方面出來。你自己有沒有覺得你拍電影接觸多一些電影方面？其實我覺得表演藝術都是差不多的，無論是電影或者電視，在於我們演員來說，我覺得是個分別不是太大，其實都是享受。我知，因為自己喜歡演戲，無論在不同層面上都是很享受。之前也有啦，亦都唱很多主題曲啦。我覺得都好的，因為如果自己主演的戲可以唱主題曲，我覺得其實是令人的共鳴幾大。其實他都是讀書先，讀書緊要，咁未係正式入行嘅，咁都係讀書重要。咁你話如果有工作是合適的，我覺得我又不會抗拒話一齊合作咯，都 OK 嘅。你有冇話你傾過啲咩上工作？暫時未有傾呢個工作上嘅嘢，因為他都係專注緊佢自己學業同埋佢自己運動方面咯。